大家好，这里是湖北利川团宝镇玉龙洞。湖北恩施州利川市，熔岩地貌分布广泛，洞穴众多。前面我们去过的腾龙洞，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天然溶洞，水旱并行，洞里长度近70公里。玉龙洞位于利川团宝镇，这个洞面积并不大，但是里面密集地分布着千奇百怪的天然钟乳石。玉龙洞分为上中下三层，中年恒温14到18度，中层面积10万平方米，全长1600米，洞口位于千口坡的半山腰上。1992年，利川大旱，当地农民为了寻找水源抗旱救灾，偶然间发现了这个洞。原本的洞口只容一人出入，后来经开挖扩大到5米。洞里的钟乳石都是天然形成的，这是一个原生溶洞。一个优秀的溶洞，里面的世界和外面几乎一样，洞里也有山谷、溪流、湖泊、沟壑、峡谷等等自然景观。洞里的世界和洞外的风景几乎可以完全对应来看。